今天做好吃的水果冰粉，学会了，明年买车买房就靠它了。锅中加入500毫升清水，20克白凉粉，搅匀并烧开，倒入碗中，半个小时就凝固了。切成小块放碗中，加点冬渣和自己喜欢的水果，再加山楂碎、葡萄干、蜜枣，最后淋一圈红糖水，打上标签就可以出摊了。